真能看到笼子户，哇塞，200多能住到户型房里。你这边笼子户啥最多？小鲜肉最多，因为这周边全是大学啊。后边这就是泰格猫，就在它旁边开了一家，据说是华中地区最时尚的亚朵酒店。今天带你去看看这个环境，不到300的价位，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可绝呀。进门之前这个走廊啊特别好看，你看它这个灯全是波浪，可以在这儿拍照，特别出片。房间用的都是全屋智能小度，小度，关上窗帘，你关闭窗帘，马桶也是智能马桶，化妆镜还能开灯。我已经跟他问过了，他冰箱里边的东西都是免费的，可以随便吃。你看，有可乐，有零食，有茶，有水。这个房间还可以投影看电影，晚上你要跟女神看电影累了，再看看窗外的湖景，岂不是美滋滋？这边是他们家一个套房的房型啊，这个光面积就将近75平，是一厅两卫的设计。哇，这个整个房间就是那种比较简约的设计，我感觉现在年轻人其实都比较喜欢这种简约类风格。这边都是落地窗，你看对面。哪都是泰格猫，而且他家配了还有健身房，你看这么多器材，这边可以洗衣服，这边还可以烫衣服。他家这个自助餐厅还怪好看了，还含一个自助早餐，送饭送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机器人。还不带上女神去看晚上的笼子户。